总是会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，总是想满足所有人。他说你这么活着不累吗？见面是最后一次了，各有江河，多少酸甜苦乐，起起又落落，远去的人是否还能联络，成天要考虑这个要顾虑那个，活得累不累？到头来却是为什么坎坷颠簸，焦头烂额，只是拼命想活着，有太多无法割舍，有太多难以言说，无可奈何，又不得不振作。你向往的千方百计，回避了反而更不舍，想挽留的倾尽所有，最终还剩下些什么？如果你出生之前就知道自己的人生剧本，你还会愿意出生吗？或者生死离别，若不由人选择，那就向前走。谁能预知自己的剧本呢？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。当家的女儿过吗？在匆忙的街头，熟悉又陌生，没人回答明天是否不同。你曾想过忙碌奔波，到头来却是为什么坎坷颠簸，焦头烂额，只是拼命地想活着。有太多无法割舍，有太多难以言说，无可奈何，又不得不振作。你向往的千方百计，回避了反而更不舍，想挽留的倾尽所有，最终还剩下些什么？但医生也是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会难过，会自责，会疼。但却是个好事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病人更多的感同身受。